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为度人说，愿尽如来真实意，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可以啊，就这样说也可以。今天，我们这个开金刚萨埵法会的道友们呢，就是一起，也学习一下，就是佛教方面的一些简单的，知识。那么这个，佛教上的一些学习呢，我们作为一些佛教徒来讲啊，就是特别的这个重要。先，这个学习，然后呢，去这个实践，再这个利益众生。一般来讲，应该有一个实践的一些学习。实践还有这个创意当实践也有这样的说法，所以我在想呢，我们这么多的这个现场的这么多的这个居士啊，还有我们今天这么多的这个出家人呢，在这个无线话筒里面就是听着，所以呢，因为今天场地的原因，就让他们呢就是在家里听。其实现在依靠这种科技技术的方便方法，我们佛教徒呢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方便方法啊，就是的确是，这就是我经常在想，就是诸佛菩萨的价值，我们一定要利用。包括现在的网络，现在的一些光盘，现在的一些这个包括电子手机啊，就是还有各种这个就这方面的这个方便方法啊，就我们学院里面呢没有其他的这种这个设备，但是呢就是经常用破树音节啊，就是有些道友的树音机，就是一直听到拉荣的这个山谷里面的河流的声音，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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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所以我们这个山谷里面没有其他的特别高级的这种一些设备，但是呢就是有很多破树音节，有些这个道友呢就是天天挂在这个自己的这个脖子上啊，就是跟这个细节头一起就是带着。所以这个我们现在就是作为佛教徒呢，就是的确也是要经常用上啊这方面。你们现在好多这个道友啊，就是开一次法会，然后要回去以后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工作，就是到这个各大城市的这种大海当中。那我们去寻找你的话呢，就是很难的。你也去寻找一个寺院呢，就是不那么容易。你们想一想，就是在汉地啊，就这么少，这个寺院那么少，人那么多。即使你去了寺院的话呢，有时候也不一定就是满你的这个愿呢，满你的愿。所以呢，我们现在一定要啊，就是用这个就是通过这个网络来这个学习佛法。我经常在想，以前呢，就是在佛陀的这个戒律里面也有，还有这个在其他的这个大乘经典里面也讲呢。那么这个学了佛教以后的话呢，一定要这个长期的一直三知识。啊，一直一个上师，就这个是一再这个强调的。但是我们现在这么多的在家人，你每一个人呢，就是要一直一个善知识，跟着一个上师的话呢，没有那么多的这个上师。即使上师有的话呢，就是上师也不一定就是管得了那么多这个人啊。但是最一直上师，为什么一直上师呢？一直上师的这个原因呢，就是上师的言行举止和上师的佛法，你呢要这个传习，你要得到，就是这个原因，并不是佛陀说啊，就是因为这个上师呢，就是他的这个身体就是特别庄严，你一天天看着他的身体啊，或者是这个上师的这个身影就是很动听妙妙，就是你一定要天天就是听着他的，就是包括他就是这个就是他的这个什么大哈欠的要你听的，就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上师这个相续当中呢，就是至少也是有很多的这种这个佛法方面的这个知识和一些智慧啊，就这些呢，就是我们初学者呢，就是没有得到的话呢，我们就没办法就是学习佛法啊。所以现在呢，就是真正的这个善知识呢，依靠这个网络和光盘和还有很多途径呢，我们照样可以这个学习啊。我看到很多道友呢，虽然不在这个有些上师身边，
但是他们学的呢，就是必须这个山里面天天的是一直山知识啊，就跟着上师的，就是那些有些人的话呢，天天就是看着上师，就是不学，就是就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学到，就是。但其他有些人呢，就是已经学了上师的法，就最后呢真正改变了自己的这个相学。所以呢，我今天就是第一个这个希望呢，就是。我们这个现在这个城市里面的很多的道友啊，就是现在很多城市里面的道友的话呢，有些这个就是老年人的事，就是为了学习佛法，就是开始学习这个上网，就是我觉得还是可以。我都遇到很多老居士啊，就是很多老居士大概是七八十岁的，就是他在学习这个上网，就是我说你怎么啊，就是我要听课啊，我要好好学习，我让我家里的这个什么这个这个水泥就给我弄好了以后我自己上就可以了，让我天天就听课就可以了，就很多人都这样说的，我觉得也是有必要的。因为在这个城市里面，你一个老年人到这个山上啊，或者是到寺院，也是现在暂时来讲是不现实的。自己通过这种方式来学习的话呢，完全可以就是得到就是佛教的这种智慧和悲心和意义。所以我第一个希望呢，我们这个现在二十一世纪是一个特殊的这个时代啊，特殊的时代。作为佛教徒呢，就是一定要与时俱进，要跟得上时代。那么跟得上时代，我们佛教徒要告什么？实际是不是跟这个时间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要告什么各种这个就是一些这个时髦的这个行为呢？也不是。啊，就我觉得是现在我们佛教徒呢，就是就像实践人呢，就是他们利用就是各种高科技的这种方法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一样，佛教徒自己呢也应该就是利用就是他现在很多的这种方法来就是调整自己的这个相学啊，这样的话呢，那么我唯一的这个希望呢，以后的这个佛教徒呢，就是不染污自己相学的这种前提下呢，一定要就是通过就是各种方便方法来，就是有智慧的这个上师们的这些开示啊，就是自己呢，就是经常就是在这个生活的同时，在这个自己这个家事的同时呢，就是要这个心持啊，就是要心持，这是第一个这个希望。然后呢，下面我就像就是简单的就是提几个，就是按照这个实践人的话呢，也有就是有一些重要的问题呢，就是分几个问题来这个宣讲。按照这个我们佛教的就是华智仁波切的话呢，就是在自我教研里面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就是问题啊，就是以这种这个方式呢，我想就是简单的就是提几个啊。首先就是第一个呢，我们今天就是现场的就是在座的很多这个佛友呢，应该说是这个在家人为主啊，就是在家人比较就是多的。那么你们这些在家人的话呢，我觉得是应该是在学佛的过程当中应该有这个三个就是责任啊，就是要这个应该有这种责任，就是三种责任。三种责任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是你自己的这个家庭的责任，这个是不用我来说，但是呢实际上现在很多佛教徒不强调不行的。第二个是你工作的责任，第三个呢你跟这个其他的世间人不相同的，你是这个佛教徒，你要这个修行的责任啊，我觉得是你需要就是三个这个责任。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佛教徒啊，就学了佛以后，就是在家人的话呢，那么就是学了佛以后呢，就是天天的是学佛，跟这个家里的父母也好，就是丈夫妻子也好，或者说是儿女也好，什么都不管，就是每天都是就是就念你的普贤行愿品呢，看你的光盘呢，就是一直这样的。家里呢就是怎么样很怎么样做，就什么都就不会碎损。就是现在出家有一部分人是有这种情况，因为作为在家人的话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事情呢，就是包括啊，就是今天就别人过生日啊，就今天别人过这个生活一起啊，就这么。这么就是有很多的这种事情。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你也不能完全的是跟他们同流合污，就是在重大的问题上面呢，你要这个随顺他们。但是呢，你在这个有些这个问题上面的话呢，你应该就是把握自己，一定要利用这个利用就自己的时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现在很多就在家人就比较极端啊，就是完全放弃自己的这个家人，就这是可能是长期的话呢，
这个家庭的不和合，那就是对我们整个佛教团体，那就是不一定是有利的。有些呢，就是最后的升起厌烦心，就是像这个出家。但是出家的话呢，我觉得就是暂时来讲，就有些人是因为你出家以后呢，就是有些出家人呢，也这个还要想还俗啊，就然后就是因为当时不是真正的处理性，只是一种逃避性的。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不都很好的。所以你作为佛教徒，第一个是对你的这个家人呢，应该就是各方面来，就是尽量的这个损损他。完全随顺的话呢，有些修行的要求里面也讲了，就是世间人做的和我自己做的是完全不相同的，完全随顺他们有一定的困难，但是至少呢，就是你也不能完全的就是放弃他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对这个工作啊，现在我们佛教徒啊，很多在家人的话呢，本来是有个很好的工作，后来呢，你学着学着的话呢，就是把这个工作也抛弃。其实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呢，自己有家人啊，有这个各方面的生活压力的话呢，就是找一次工作是有些是很不容易的，有些特别好的工作的话呢，自己就是申请一种临时、暂时的处理性以后呢，马上抛弃工作，最后呢，自己也是走投无路啊，就是没有人养啊，没有人这个照顾啊，最后呢，自己也是特别可怜的。这种现象是相当多的。所以我觉得也没有怎么这个必要，就是你在这个工作的这个同时呢，就是对这个领导也好，对你的同事也好，对你的下属也好，各方面就是应该用慈悲菩提心来，就是让同时呢，你逐渐呢，就是就弘扬这个佛法，就是其实你的这个工作呢，你是弘扬佛法的一种道场，就是为什么呢？暂时也许这些人是不信佛教的，但是你慢慢，你有智慧，你有能力，你有方便和三巧的话呢，那么可以就是慢慢就让他们的这个心呢转向这个佛法，所以呢，你对这个工作呢，就是还是认真负责啊，就认真负责。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的话呢，就是因为世间人的话呢，他只要这个家里只要工作很好的话呢，其他就没有什么了。他就已经把就觉得是人生已经可以了啊，有个很好的家庭，有个很好的工作就已经可以了。但是我们呢，就是希求解脱道的，就是跟这些人是不相同的。那么就是第三个最重要的呢，你的这个修行佛法呢，就是不能间断啊，就是这个呢，你应该就是不能就是完全的是跟这些人也天天的是吃喝玩呐，天天的是就是跟他们一起的话呢，那我们就是自己的这个解脱的慧命呢，就是可以说是已经断送掉了。因此呢，你在这个不同的场合当中，自己一定要去这个修学，在修学的时候呢就是应该。可能会遇到一些这个困难呢，因为作为在家人学习的时候呢，肯定有一些这个家人啊、工作啊很多的不理解啊，就是但是这个时候呢，你要有面对的能力，面对的这种准备，面对的这种这个方便方法啊，就是一定要在这方面就是你要这个下功夫。那么同这样的这种三教方便具足的话呢，就是我想我们现在就是在汉地啊这么多城市当中呢，有很多特别成功的，这个家里也是特别和睦，单位工作呢也做得很好的，然后自己修行呢，基本上所有的这个课程啊这些，那当然这些人是累是很累的。我的经常像我们菩提学会的很多道友的话呢，基本上是星期六和星期天都在这个学习，这种精神是我给我们的出家人的经常说，我们出家人的在山上学院里面的出家人是星期天的时候呢，就让他们这个休息都可以。当然大多数的一些非常精进的人的那个时候也是他就用来全部都是这个学习，但是大多数人是还是有一些休息，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在这个休息。但我们村寺里面的参加学会的很多的这个道友的话呢，就是当天呢，就是他还是有很多的压力，就是家人也不理解，你天天都是星期天都是跑到哪里去了，你这星期天就怎么不给这个家人一起这个好好的就过一过啊，就是经常有一些压力啊，就是他们的一些。但这个是我们作为佛教徒啊，就应该是可以完全的是可以这个可以就是应对啊，就是可以应对。所以呢我今天就是对这个在家这个佛教徒呢，就是也就是提的就是三种这个责任呢，希望你们就是也好好的这个思考一下啊，就是思考一下，否则的话呢，我们很多人就是临时的这个出家的心呢，也不一定可靠的。如果你没有真正的这个处理心的话呢，其实有些人这个出了家以后的话呢，确实也是家人父母也没有这个样啊，就是然后孩子也扔掉啊，那这样的话呢，有时候是也是很困难的啊，也很困难的。因为现在呢，一般这个你们都知道，七八十年以后的话呢，很多这个
独生子的这种这个这个政策就是实行议和的话呢，现在一个人出完嫁以后呢，就是包括他这个家里就是好多老人的话呢，就是一对就是在哪里就是特别困难的，就是所以呢要考虑他们的话呢，就是这也是一种这个责任，就是然后自己的这种短暂的人生当中的学佛的机会呢，就是也不暂断，就是所以有些人的话呢，他方方面面的是可以，就是有些人刚开始的时候特别精进啊，就是特别精进，把家人也放弃，就是单位也放弃，最后就是所有的压力就是都到他的身上的时候，又把学佛的事情呢全部放弃，就是又完全跟他们就是一起这个就是这种这个修行，不是修行啊，就是完全跟他们一起那种这个过一些无意义的生活，就这样也不好，就是注意，这是我想跟那个我们这个佛教徒啊在家人就是应该这个考虑一下。然后呢，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汉地为主的很多道场啊，就是这方面呢也是就是我绝对是要提出几个建议啊，就是提出几个建议的话呢，那么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佛法呢，就是教法和正法，真正的佛法呢就是教法和正法啊，就是教法和正法。那么这个教法的话呢，就是通过修行而得到的，那么正法呢就是通过这个闻思啊，就是通过闻思。那这样的话呢，现在我们的这个佛教道场呢就是具足什么啊，就是具足，一定要具足的并不是这个烧香拜佛或者是一个佛像，就是这个是当然有的话呢，就是也是很好的。最根本的是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需要就是学习佛法啊，就是学习佛法，修行佛法啊，然后呢就是宣扬，就是或者说是这个传讲佛法、传播佛法啊，就这三者呢就是必须要。就是所以呢，我像是这个这三种这个需要啊，就是在道场里面，在寺院里面，如果没有这三样的话呢，应该说是这个寺院呢，就是不算很这个圆满的、很完整的。即使你菩萨佛像修得非常好，然后寺院的整个这个周围的绿化也好，就是里面的所有的这些道场啊，就是弄得特别的这个庄严，但是呢。就最根本的他的灵魂，他的这个精要所在是什么呢？就是要闻思修行啊。我们经常呢就是在藏地的这个不同的研讨会上呢，也给这个藏地也经常提这样的要求。寺院的话呢，要起寺院的作用。起寺院的作用是什么呢？因为寺院里面呢就是有很多人来来往往，这些人来的话呢都是对佛教是有信仰的，有这个有好奇心的，有兴趣的。但是如果我们这个寺院里面给他们不提供学习佛法和修行佛法，还有呢传播佛法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话呢，那么这些人呢就是也可能茫茫目，就是也可以说是茫茫东东的进来，迷迷糊糊的就是出去啊。除此之外呢，就是他们也得不到什么受益。当然他们过来就是在菩萨面前就是这个许个愿啊，就是什么这个拜拜佛啊，就烧烧香啊，就是让磕磕头啊，就是就让我什么这个家里的孩子平平安啊，就是孩子考上大学啊，然后丈夫这个身体健康啊，就是什么就是谁是这个就变成怎么就是平等等等，就是世间的这些意愿呐，就是这些是当然是我们也不是说不行，就是诸佛菩萨的架子不可思议，但是这个也是可以。但真正的佛教里面的按照这个三师道的这种学习来学习的时候呢，就是没有这个他的闻思修行的话呢，那这个我们凡是对这个寺院有关系的这些人呢都是很盲目的。所以我们在藏传佛教当中有些寺院呢，凡是这个寺院诸位的这些不管是老百姓也好，里面的这个僧人素质非常高，佛教的这个素质很高，他们呢又会这个讲经说话，又会这个自己实地修行，又更重要的就是他们有利他心，就是把这个佛法的精神呢他们会这个传出去的啊，就是他们会传播，就是所以说呢，我觉得是这个现在的这个道场啊就包括我们的这个大家共同这个聚会的，现在汉地很多的真正的寺院的是不算很多的，但是现在很多小的这种佛教的这个就可以说是场地吧，佛教的我们的这个学会的这些这个居住殿呐，学佛小组的聚会殿呐，很多居士呢，佛教的这个中心呐，那这些中心呢，大家都天天的是一起聚合吃喝玩乐，就那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啊。就包括你天天年纪呢，就这些当然是一种，但是最根本的
就是要懂得这个佛法啊。我们上师如意宝的话呢，的确也是在这方面，就是我们不是自己就是赞叹自己的啊。这个佛学院这边呢，很多都是就是二十多年前呢，一直也是这个传播佛法。前一段时间我去了让塘那边呢，让塘那边就是包括这个那边的九浪派啊、甘九派啊，很多的这些这个寺院里面的这个。就法师啊，全部都是在佛学院里面就是出来的。就是我去了一个觉朗派的那个这个道场啊，就是他们有300多个人在这个实修，就是然后闭关3年，就是300多个人在这个在什么在那个在这个当佛学院啊，就是在温寺。然后跟这些温寺的人呢也讲了一下，就是这个十轮金刚的六加行的一些，因为六加行的这个法呢，以前我法王如意宝的这个中原心智名典，我藏文做了一个讲义，就是那个讲义的圆满次第呢，当时以十轮金刚的六加行呢，就是我这个介绍的，就是所以说这次呢，就是刚好就是有这个机会，就是除此之外我也从来没有讲过六加行，然后我给他们做了一个班门弄斧的这样的一个开始。我当时心里面想呢，就那么这些法师的话呢，就是都是这个佛学院里面呢，就是并不是很出名的，我都基本上我的个笔就是那个法师是我的。但是我面很素，就是不认识名字，就是是当时是普普通通的，但是到出去以后呢，就是可以说几百个人面前呢就可以讲经说法的，就是这样的。包括我们现在学院里面也是比较普通的一个居士啊，就是一般的一个出家人，到了外面以后呢，就是有机会的时候呢，就经常就是讲很多的这种课啊，就是非常非常这个圆满，就是成功。所以我希望呢，我们这个居士团体，就是包括这个菩提学会当很多的这个道友当中的话呢，真正有一些利他心的人呢，就是以后在不同的场合当中，就是广弘这个佛法，就是这个是非常这个重要的啊。就这是我对这个佛教的这种道场啊，提出的就这么几个想法。就是然后呢，佛教的这个主持人啊，就是这个方面呢主持人也好，或者说是负责人呢我也就是提出，就是就需要就是具足这个人格，还有这个智慧、利他心啊，就是具足，就是这三个啊，就是这三个。第一个是，现在比如说寺院的主持人也好，我们这个居士的这个负责人也好，小组的负责人也好，第一个最根本的就是要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人格品德啊，就是从这个出家人角度讲呢，就是有清净戒律的。那清净戒律的话呢，肯定就是品格很稳重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人很善良的，就是心生这个善意啊，就是心生这个善意。然后人很这个真挚的，还有呢，就是各方面就是按照这个上师如意宝的这个教会甘露明殿里面所讲的那样的这个人格的功德一定要这个具足的。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这种人呢，就是负责人的话呢，就是一定要具足智慧。我们以后呢，希望我们这个学佛小组的主要的这个负责人呢，还是需要有智慧的人。一点智慧的是没有啊，特别笨的话呢，那什么事情都会搞错的。就是最后，就是现在我们有些寺院里面呢，也是这样。前一段时间一个寺院的，就是大概是20-30个寺院的研讨会上，我说我们寺院里面的，不管是活佛也好，堪布也好，上师也好，寺院的最重要的负责人呢，应该是一个就是佛教当中就是有综合水平很高。尤其是佛教水平呢很高的，为什么呢？因为寺院里面的这些人呢，全部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这个团体啊。那知识分子的团体这个领导呢，就是如果不是非知识分子来就是管理他们的话呢，那就不服啊。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当中，谁也不会服的。所以我们以后要这个选拔负责人的时候呢，第一个是人格很重要，就人格不重要，这是经常都是就是搞很多坏事。然后第二个是一定要有一个智慧，就是如果什么智慧都没有，以前是因为各种原因吧，我们这个有些佛教徒，尤其是稍微边缘一点的地方呢，有些老年人这个学习就都是这个水平比较低的话呢，那么就是就比较发心的一个就我们选出来，就暂时就没办法。但以后的话呢，希望我们这个各个地方的这个就是道友们呢，就是选负责人的时候呢，一定要有很好的这种智慧啊，就是我们现在实践的一个村长选的话呢，就是你们看看，就是他还是需要有一种水平啊。一个小学老师要虽然的话呢，一个幼儿园的老师的也要这个需要智慧，就是如果他这个靠不起的话呢，也是就是选不上的。所以我们佛教的这种团体的话呢，就是一定要以后变成一种
智慧，具有智慧的这种智者的群体，智者的群体的负责人呢，也是应该是智者啊。负责的话呢，我们这个群体呢，就是全是有智慧的；负责人呢，就是是没有智慧的一个愚笨的，就是笨蛋，就是在这。然后呢，就是当他们的话呢，当他们的负责人，那怎么得信呢？就是肯定就是不合理的。所以呢，我们。不管是在藏地汉地，就是这个寺院呢，也是一个智者的群体。智者的群体的负责人呢，就是一定要通过就是大家的这个共同商量，有智慧的人啊。现在我们藏地也好，汉地也好，有些寺院的最高这个领导的话呢，就是这个在显现上呢，就是智慧不是很高的，就是有时候呢，就只是有个权利，就是然后权利呢就是掌握在他手里。然后如果没有智慧的话，那就是下面的即使有智慧，即使有很多的这种这个像弘安佛法的话，那就是就。没办法，就是上面一直这个有王权来就是控制着，就是这是现在这个21世纪以后的话呢，就是越来越就是可能不太这个适合这个时代啊，就不太适合时代。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要有利他心。这个负责人呢，光是这个就是像自己的有智慧的，有这个人格也是很好的，但是根本没有一个利他心的话呢，那不行的啊。如果是是一个自己的这种一家人的话呢，这个家长呢，就是也对家人，就是至少也是对家人就是负责的人。所以我们这个群体的这个负责人呢，最关键的就是利他心的，就是没有一个利他心的话呢，那么就是他不会就是关心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群体，而且所有群体怎么说啊，就是所包括的其他的这个外界的这些关系呢，就是他也不会就是很重视的。所以呢，我们以后啊，就是应该就不管是寺院的负责人，还是在这个居士团体的负责人呢，一定要有一个有智慧的人啊，就有利他心的人。有了这三样的话呢，我经常思考，就是应该基本上是可以，所有的功德都是圆满的话，《二规教言论》里面也讲是，现在就是根本不是《二规教言论》，《军规教言论》里面讲的很难的，就是国王也是所有的功德全部圆满的这种过往是很难的。但是呢，就是最根本的就是这几样的话，我觉得呢，就是一定要。具足啊，就是一定要啊具足，就是这是我想就是对这个佛教道场的这个负责人的这个三点这个希望。然后呢，我们这个佛教徒啊，就是佛教徒呢，当然是佛教徒的这种这个条件是特别多的，仙宗有仙宗，密宗有密宗的。但至少也是你要当一个佛教徒的话呢，最基本的三个呢，就是也必须啊，就是记住啊，就是要有这个三个什么呢？就是第一个是心性。第二个是悲心，第三个是智慧啊，就是这三者呢也一定要具足。我们是作为一个佛教徒的话呢，跟这个其他的人不相同的。那么第一个是，如果没有这个心性的话呢，那么我们这个大家这个佛经当中也讲了，就是没有信心的人呢，就是就像种子被火烧了一样的，就是白发的这个功德妙缘呢，就是不会产生的。对佛也好，对上师也好，对法门的思念，基本的一种这个信心没有呢，那就没有资格呢，就是入门的。所以信心就是入门，就第一个入门的这种这个军粮啊，就是必须要这个具足的基本的这种信心没有的话呢，那你再怎么样了不起，现在很多知识分子，大学里面有很多知识分子，他们对佛教有好感，对佛教有这个兴趣，但是没有信心。所以我们佛教徒跟这个非佛教徒之间的最主要的差别呢，就是来心性来差别。为什么花智仁波切大圆满前行里面讲皈依的时候呢，皈依的前面要着重强调就是三种心性。我就是想这个心性没有的话呢，他不会皈依的。如果有了心性以后呢，才皈依。所以佛教徒呢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心性，就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这里的这个佛教呢，就我们大家都认为是这是大乘佛教。那大乘佛教的话呢，起码对这个众生呢，就是要有一种悲心啊，就是没有悲心的话呢，你一边就是念经，一边就是打蚊子，就是一边呢撒蚂蚁，就是还有呢，就是对这个其他的这个众生呢，就是一点的是不在乎的啊，就是你杀害什么这个众生呢，就是把别的这个生命呢，就根本没有什么这个感觉啊，就是只要你能杀的，你能害的话，那都害的，那这不是大乘佛教的这个行为。所以悲心的话呢，就是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如果没有悲心的话，那菩提心不可能这个产生的。菩提心没有的话呢，那大乘这个佛子呢，就是根本就是说不上的。这是第二个要点。第三个要点呢，就是说这个需要佛教徒也需要这个智慧啊。如果没有智慧，基本的我刚才所讲的，现在我们佛教徒的综合素质呢，比这个七八十年，就是我自己认为是应该是现在还是
就是提高的好多了啊，就是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也接触过很多的这个佛教徒，特别迷信啊，就是尤其是说实话，就是汉地很多大城市里面的信仰这个佛教的很多人的话呢，基本上是不懂这个什么佛理，什么佛理。但是呢，现在还是存在一些佛教徒呢，就是比较盲目啊。这次我们开金刚萨埵法会的时候呢，好多道友呢，就是对法本的是根本不在乎，就说是居士啊，已经得过灌顶的，但是密法的这些法本上跨来跨去，就自己就是逾越去啊。这是你们可能男众这个当中也有。女宗正当中也是，我想是这些是可能不是这个学会里面就是学习佛法过的学会里面的话呢，我在讲过《如菩萨行论》的时候也讲过，前行的时候也讲过，就至少也是对三宝的所以呢，应该会恭敬的啊，就是这个法本呢，就是像佛一样的，就是你不可能就是在上面猜，所以。小小的这一点呢，也可以看出来，就是他们对这个三宝呢，就是还并不是特别的这种会恭敬啊，就会恭敬。包括有些出家人的这个僧众的这个衣服上面也是根本不在乎，就是这是一个美女的衣服一样的，就是上面跨过去了，就根本就是不在乎，就你随便就是跨过去。那出家人在《大圆满前行》里面也讲了，凡是出家人的这个三衣的话呢，哪怕是一个垂片的。那也是不能跨越，你看见以后呢，要这个恭敬定的。你们看学院里面，不要说在家人，这个出家人的是要过路的时候，尽量的是让别人的衣服就是收拾，就是他不会跨过去的，就是让他受着，就是大家都很注意的这样的。凡是这个受了皈依戒的，我们很多人呢，就不仅是受了皈依戒，还要受了密乘这个大圆满的灌顶的啊，就已经大圆满的灌顶，但是呢。就是从这一点，这是一个很小的，但有些人呢还没有学习佛法，没有学习佛法，自己认为是自己很懂，我是那个上师的，我是这个寺院的，我是什么什么，我的皈依师是多什么什么，就是经常讲。但实际上呢，我们的有些行为呢，就是对这个佛教里面的有些要求啊，就是应该说是还有一定的距离啊。所以说呢，我想佛教徒呢，就是需要。智慧没有智慧的话，那就是盲目的这个一个群体呢，以后做也做不了什么事情。就有些佛教徒呢，比这个昨天我遇到一个居士啊，就是他是这样的，我想他的话是真的是非常对的。有些佛教徒呢，比我们这个非佛教徒还要这个迷信做的，这个意思什么？你们自己慢慢猜、啊。你们在平时这个有些新闻当中也可以看出来吧？有些平时也不好好学习的，然后呢，看见有些佛教徒的比这个。不学佛的实践人还要迷信，就是这个什么意思啊？你们自己，我觉得是很有深深的意义。就是我今天呢，暂时不解释这个深深的秘密，你们自己去想啊。那么，并不是所有的佛教徒，现在确实是我们这个很多佛教徒呢，啊，就是我这几年以来，就是去很多这个地方啊，就是去很多地方，我感觉到呢，就是现在各个地方的这个很多佛教徒的这个水平呢，不像以前的。以前我每一次去一个地方的时候呢，心里面就是有一种这个说不出来的就是酸味。为什么呢？哎呀，在这里面就是动到一些佛教多好，那些人有那么大的信心，可是呢，一个个都是不懂佛教，就是好可怜呢，经常有这样的。现在这几年以来，确实很多地方呢，就是有一定的这个进步。但是呢，我们这个进步呢，就是不能停止，还有啊，不断的就是看这个当地的这个佛教的这种水平怎么样提高。这一点是不是我有责任呢？啊，就是你们每一个都有责任。哪天我们提出这个菩提学会里面的有一个人提出问题的时候呢，他说过，他是个大学老师，他说过，原来认为是弘扬佛法是堪布和你们这个上师们的事情，我最终才明白是弘扬佛法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义不容辞的责任。哇，我们这个每一个人有弘法利生的这个责任，这句话说的是很对的。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啊，不管是出家人、在家人啊。就是都有这个弘法利生的这个责任，因为我们都天天的是念这个发心仪轨啊，发心仪轨里面怎么讲的？你们应该可以这个回忆一下。那这样的话呢，我希望我们这个每个人呢，就是要这个我们对这个佛教徒的综合这个素质，也可以说佛教水平呢，就是还要呢带有这个提高。否则的话呢，我们在任何一个场合当中，或者说是其他这个宗教面前的话呢，我们有些时候呢，就是也绝对是比较这个寒酸呢啊。就是我前一段时间有一次提出过，我说我们这个佛教徒呢，这个说是我是这个寺院的，我是那个上师的弟子。
每一个人呢，就是就说出自己的这个上师。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对整个总体的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呢，就是都不考虑。这样的话，对我们佛教的文古发展呢，就是有这个损害的。像基督教的话呢，他们都是并没有中间就是测来测去啊，我是这个上师，我是那个牧师的什么什么，就基本上是听不到。大家都就是瞻仰这个基督是对怎么慈悲啊，就是怎么对这个狱主呢，就是赐予这个就是关怀啊，就是等等等，就是他们共同呢就是弘扬自己的这个宗教。最后的话呢，因为这个团结的这个力量啊，就是特别大，就是后来的话呢，应该就是逐渐就是他们的力量就是遍于世界。所以我们佛教徒呢，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特别狭隘的这个思想啊，就自己在这个小小的场合当中的话呢，哎，我们的上师是如何如何了不起啊，我们的如何是上师。我们现在就是很多包括我们这个协会里面的有些人说我的时候，我就不是很高兴，就是就这样没有必要的。就是上师，你对上师有你的信心的话呢，你这个信心呢就是不需要就是最上就是变成泡沫来外面哇哇哇哇哇，就不需要这样的。应该是我们要这个感恩这个释迦牟尼佛，佛教如何殊胜的话呢，中间就是不会有隔阂，应该是我们有一定的就是大家有一种这个团结啊，否则的话呢，这个上师的这个群体呢，就是就这边就是一群，然后那个上师的一群呢在那边，然后上师与上师之间，弟子与弟子之间，那多少个摩擦，多少个这种矛盾啊，就是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整个这个佛法呢，就是永远也是就是不会有这个集体的这种弘扬的这个机会。所以希望呢，我们这个佛教徒呢，就是应该有智慧、有团结，尤其是呢，大家应该共同的，不管是显宗、密宗啊，藏传、汉传、南传，就这些都是不重要啊。说实话，门峰仁波切以前也说过，就是我们这个佛教的各教各派的话呢，就像是这个一个父母的，就是兄弟一样的。一个父母的兄弟的话呢，你毕竟是父母，都是那这个有没有必要就是互相测来测去啊？就是没有任何的必要。所以呢，我想我们这个佛教徒呢，以后大家就是应该共同团结，就是没有必要就是以一个狭隘的思想互相呢，就是开始这个竞争啊，或者是互相拉拢弟子啊，就这些都是有何必要呢？你这个上师哪里的弟子就是那到哪里，那这个有什么？我觉得是没有任何的必要。所以我们学会也是要求，就不要就是干涉任何的这个上师啊，就是包括我们不需要就是其他的这个宗教的一些弟子拉来，就这个是。不需要，人现在特别多，不皈依佛法的人有那么多啊！不皈依佛法，我们如果要纳的话呢，那不皈依的这些人当中，就是那一两个也是贡献的，其他已经皈依完了的，我们拿来拿去也是，我相信对上师们的话呢，就是不缺人的，就是应该不会缺的，就是真正的上师呢，不需要就是弟子去就是关心，就是到别的地方去这个拉一些弟子来，就是贴在这个上师的那个。空缺的地方啊，就是不需要的，就是所以以后呢，就是佛教徒应该要有这个智慧啊，就是要有智慧，就是这是就是提出的一个啊，就是建议，就是这是对这个佛教徒的。然后我同时呢，就是跟这个我们这个现在确实是依靠这个三宝的价值，就是有很多的藏传佛教的上师呢，就是到这个汉地去。但是这个在这方面呢，就是我也这个提三个建议，就是能不能借书也是你们自己就是就根据这个情况就是可以这个看的。那么对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个上师们到汉地弘扬呢，总体上是应该很随喜的，因为每个人呢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都有一种好奇心，就是所以有些人呢没有借助到一些上师的话，那就是不会皈依佛门啊，就是不会去这个修行啊，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因缘，就是不可能的。但是上师们到汉地去的话呢，我就是带这个在这个汉地四宗道友啊，就是这么多年以来这个经验，就是终结的话呢，应该是有这个三个方面的就是问题呢，就是值得这个重视啊，应该是用三种这个为主啊，就是一个是这个弘法为主啊，就是我们这个上师们呢包括你们这个弟子们呢，就是要接受这个上师的这种殷勤啊，或者说是就是上师们呢就是道的话呢，那么第一个就是不要这个什么花园啊，就是什么用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对这个佛教是有害的。应该作为这个上师的话呢，不管是灌顶传法皈依
念传承，任何一个欣赏呢，就是就为主啊，就是这个是不能完全其他的不行，但是呢，有一些这个上师的话呢，就是不是这个弘法为主，就这是确确实实我也是这个经常就是发现的。我们包括我们有些弟子的话呢，对这个弘法呢就是不重视啊，就这样就对大家都不利的啊。就现在我们都是成为一种这个经济的这种这个助力的话呢，那以后就不知道佛法就变成这么样的啊。现在我们韩传这个佛教里面有些这个寺院的话呢，我也经常给大德们就是讲，你们也应该这个弘法为主。为什么呢？如果没有弘法，就我们这个寺院呢，就是专门就是变成是买门票啊，或者说是搞旅游啊，就然后呢，就是我们做的佛事也是花多少多少钱呢，就是是给他可以超度。就是如果没有这样的话呢，就是没办法给他就是念经呢。那这样的这种恶习就是传流的话呢，那将来就是佛教变成什么样的？佛教就变成了一种。这是一种这个什么这个工商局啊、旅游局啊，就是包括一些开发商啊，就是他们所重视的一个经典。除此之外呢，佛教根本就是斗不出它的一种特色啊，就是佛教应该它有非常多的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就是深深和广大的这种智慧的这种这个力量，但是这些力量呢，就是现在我们好多的教徒呢就是没有得到的原因，第一个这个责任呢，就是我们这个所谓的这种高僧大德也好，就是上师们有不可推卸的第一个责任，因为他没有弘法为主啊，他以建筑为主，他以化缘为主，他以其他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行为为主，以这个原因的话呢，就是归依他信仰他的呢，就是大家都是忙于其他心想上的，所以呢，我建议呢，就是应该就是很多上师呢就尤其是在这个汉地去的时候呢，就是以这个弘法为主啊，就是弘法为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要传那个基础法为主啊，就是传那个基础法。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很多这个上师呢，就是就把这个自己最高的就是法，就是什么这个本来清净啊、大威德啊，或者说是自己观一个地呢，就是念一个誓言，就是有多少条的是不说啊。那这样的话呢，暂时是可能是应该是这个可以的啊，就暂时好像他的信心可以，但是最究竟来讲呢，就像我们一个建筑一样的啊，就是这个摩天大楼的话呢，那你应该一步一步的这个基础啊，依靠一种基础，如果这个基础呢就是一个难为建筑啊。现在我们其实佛教当中的话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这是一点点假行，这是一点点皈依，然后呢就像你们看那个在城市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建筑啊，就是叫难为建筑，就是就后来老板跑了，或者资金跟不上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政府部门就是数学不全，就是后来就停止了好多。原来我们这个成都那边有一个叫做是那个国际大都会，好几年我们路过的时候就是变成这样，中间就是一直这样的。所以我们现在有些人呢，基础就是在那儿停止在哪里，然而即使你得到了一个很高的这种冥想上的法，但是你的这个相续呢，过几年以后是不行的，暂时都是可以的。我们在这里修任何一个房屋的话呢，你不到基础就是暂时你修完了以后就是可以装修啊，就看起来啊，就是跟其他没有任何差别，但因为你的基础不稳固呢，就是过一段时间就会垮了，就会不行的。所以呢，我希望呢，就是大德们也是先可能就是以这个基础法门为主，因为基础法门像我们学会的话呢，就是现在五六年当中呢，就是一直打好这个基础啊，就是要求给他们就是讲这个基础的法门，修加行，修完加行以后呢，就明年后年以后呢，我们就是第一批啊，就是第一批的话呢，应该我想呢，就是可以就再给他们讲一点秘法的话呢，在这个人生当中不会这个建筑啊，这个修行的高楼呢，就是不会突然会打下去的，就是啊，就我是有这个把握的，因为基础呢就是比较稳的，这么长时间以来理论方面也学习了，然后这实修方面呢也修了一步，那现在呢就是通过我也就是在打算，就是真正修完加行的这些道友的话呢，就是就是过了明年以后的话呢，我也在这个考虑啊，就是跟他们应该通过就是一种这个直播或者是有一种方式的话呢，这方面我们有一群人呢专门在研究，我们研究明年后年的，但人生生命能不能跟上不知道，但修行方面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就是想那个机会。所以说我们很多人呢，就是现在的是对你们的这个未来，你们就不要认为什么不修加行也算了，就是不能这么想，还是要该修的应该修，只要是我们人生没有出现什么意外的话，那我们在后面的这个
这个密法也好，就是基础已经问完了以后再给你传一个密法，看看自己的这个信心，就是应该是就像我们学院里面的很多法师和很多修行人一样的，就是最后呢就是应该是特别的这种这个顺利，就是这种修行呢，所以我建议呢就是第一刚开始的时候呢以这个基础法门为主啊，就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很多这个藏传佛教的大德就是到汉地区的时候希望呢以这个素食为主啊，就是吃素为主。当然你如果悄悄的就是吃一口两口的话呢谁也看不见，我也不反对。但是最好呢就是因为这是在这个大众面前的，我们的这个藏传佛教呢也是受到很多的这个危害，就是说实话就前一段时间我们在一个寺院的也是这个怎么说薛域这个寺院的一些高僧大的就是很多这个智者的研讨会上面有一个堪布呢就是讲啊，他说他们的这个寺院里面呢就是有一个木匠说的，他这个木匠呢就是说就是他不皈依这个藏传佛教，要皈依汉传佛教，他说唯一的目的呢因为这个藏传佛教的很多这个上师呢就是吃肉，就是所以他不想皈依，就是他要向这个皈依汉传佛教，当然他这个一个木匠的这个智慧呢是有限的，就是他也没有看到很多这个藏传佛教当中自古以来的是有吃素的大德呢特别多，但是呢这是一个公认的这个口里面说出来的语言呢也是值得我向我们这个很多学藏传佛教的佛教徒呢对上师的信心是我们也承认的，应该是可以的啊，就是有些人呢就是说那个也是以前在青海那边的一个佛教研讨会上面我也去了，就是那个有一个法师呢也是这样讲的，有些上师呢就是说是因为这个众生很可怜的，我一定要给他结上愿，就是要结一个善愿，就是吃一点肉可以超度他，然后另一个法师呢就是跟他就是开玩笑的方式说，就是你吃肉的话呢就是这是六根当中的跟四根呢就是结上愿的，那为什么是你眼睛看一下就是食物摸一摸，就是其他六根当中的还有很多的，就是你可以就是闻一闻啊，尝一尝啊，你不吃肉可不可以呢？不吃的话呢就是其实六根呢还有很多的这个机缘，就是你可以给他借缘，就是或者你敲一敲这个肉，就是听一听他的声音，这些都是一种借缘的方式，难道这样不行非要吃吗？所以这也是不是说没有道理的，还是所以我们有时候呢虽然这些众生有些弟子也是说啊，上师你很可怜呢，你应该好好的吃一吃，一边吃一边超度啊，不然的话这个众生太可怜了，我就所以呢就你就好好的供养肉，也有时候是不是那个用其他方式来超度也可不可以啊，就下个措置中也是在原来我在那个就什么藏密素食馆里面也是应用了他的一些那个教研，所以我在想呢就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大体上呢就是还是可以的，就是确实是以这个学院为主的很多的上师们呢就是在，但是呢也有一些就是上师呢我也发现就是偷偷摸摸的就是到汉地去，就是在不同场合当中，包括我们有些学会和有些学院里面的弟子呢也是特别就是赞叹就是吃肉，就是然后这样的话我想觉得赞叹还是不值得，就是应该是有很多的这个无数的教证，如果你实在是业力深重烦恼深重实在是忍不住的话呢那就也没有办法，我们也就是所有的这个佛教徒不准吃肉啊，也不敢这么做，就是有些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情况，但是呢一般来讲就是汉传佛教最我不管是在任何一个场合里面的话呢，我汉传佛教当中最值得赞叹的呢就是这个素食观啊，就是尼莱德四世包括这个汉地的很多居士呢就是对这个素食非常的这个赞叹啊，就是心思的特别清净，这一点呢因为我看到一本书里面说是吃肉就是吃其他众生的生命，就是这个是的确有对归根结底就是也可以这么说就是吃肉就是吃生命，就是所以在这些问题上面呢我们还是要值得这个思考啊，就是这是我对一些这个大德们呢就是提一个小小的这个建议，就是我并不是说必须要做什么，就是这是提建议，现在是应该21世纪就是谁都就是有自由，就是所以有言论自由，就是所以说我想是他们也不会就是生气啊，就是也不会我们包括我们的一些上师们的这个弟子呢就是也不会不高兴啊，就是如果不高兴的话呢也没办法啊，没办法。
然后那个还有我们这个佛教徒呢，就是最关键的一个呢，就是依止善知识方面呢，也是有这个三种啊，希望呢就是应该这个有三性，就是细心的，首先就是细心的观察，中间呢就是恒心的意志，最后呢就是开心的德发啊，就是这样的。我意思就是说呢，首先是一定要用这个很细心的去观察，就是不要就是遇到一个上师呢啊，就马上就是去医治啊，就是然后这样不是很好的啊。我经常在说，实践当中的话呢，你要就是寻找一个任何的朋友啊，或者说合作伙伴呐，或者说是寻找一个自己这个家里的一个德育的老师的话呢，你也会了解一下这个德育老师到底是什么样的，就是应该是各方面会这个观察的，就是所以观察呢就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啊，就是一定要先就是要了解一下，就是这个上师呢他是比如说他是藏地来的话呢，那么藏地呢就是他是到底是什么身份的啊，然后汉地来的话呢就是汉地就是到底是什么身份的，就是应该详详细细的观察一下，这也没有什么来不及的啊，就先。现在尤其是这个信息这么发达，就是很多事情呢也可以就是了解，再加上的话呢，就是应该上师他自己的智慧啊、人格啊，就包括就是他的很多的一些这个戒律啊等等，就是这些也要这个了解啊，也要了解。你光是说他是一个前世的这个祸福什么什么的话呢，我们不反对祸福，就确实我们在藏传佛教里面，包括我们根本上是上师如意宝的是也是这个富藏大师内若朗巴的转世活佛，就是这个是我们非常的这个就是对这个活佛啊，就是特别有这个恭敬心的啊，就的确是这样的。但是呢，有些这个活佛呢，的确是他们自己也承认。前一段时间我看到一个丁国清自仁波切的这个他的转世活佛啊，就是是比较年轻的，叫央西仁波切还是什么，他的是在这个硕国，他说我呢就是跟这个其他的年轻人没有任何差别，就是他别人说是我是丁国清自的，我就心里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压力，我怎么想也是根本想不起就是我这个前世的。那如果我想不起我的这个前世的话，我的所有的点点滴滴的功德，我从零开始的，就是我跟其他人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差别。所以呢，我从小的是学习音乐啊，学习佛法啊，学习实践法啊，就是一直就是每天都是十几个小时都是拼命的都在这个学。现在我也是跟这个其他人，就是我自己觉得是跟其他人没有什么差别，只不过是有一个冥想而已。我只不过是有一个不同的有好几次的一种梦而已，除了这个以外我根本没有什么，我自己还认为是我不是他的活佛，就根本对他的功德呢就是没办法这个相比，就很公正的在这个许多人面前呢就是这样说了。那这是就像我们前一段时间刚刚学的就大圆满前行里面所讲的一样的，就是的确是你不能说是因为这个前世是什么什么，就是那今生有没有功德我们还是要这个看呢 啊就是这个我们作为佛教徒来讲是这个依止善知是很重要的。前一段时间我用什么那个学习佛法呢，就是就像开车一样来比喻，就是这个开车的话呢，这个教练呢，就这个非常重要。如果教练他自己的没有开过车，就是他也不会开车，然后呢让给我叫的话呢，就是可能到时候就是就是两个都会翻车的啊，就是因为这个教练他自己也没有开车，我也是新手，就是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到时候出事情呢就是怎么办呢，就是原来我们有一次出去的时候呢，有一个人不太开车，然后呢他就这个车就开到那个旷野上去了，就然后呢他自己不按刹车，就是要求大家七到三宝然后有一个人呢就是说七到三宝不管用，你按刹车其实也不是七到三宝不管用，但是因为他也着急了，就确实也你刹车都不按，就是他害怕了，就是不按刹车，就是开一直开的，然后大家七到三宝，那这是有点那个，所以我们这个一直上师呢，就是第一个要应该三。好好的这个观察啊，就观察，然后中间呢就是应该好好的抑制啊，就抑制的话呢要恒心抑制，不是一天两天呢，就是感觉好的时候抑制啊，就不是这样的，应该就是比较这个长期的。那个窗户稍微开一下，那边看了没有？
那边也可以稍微再看一下，这后面可以看吗？这个窗帘不用看，好吧？不然外面很多人看着我。对，有什么想的？我是心里想着说的。所以刚才我说的第一个第二个是要恒心一致啊，恒心一致大家都应该清楚，应该像以前的这个大德们呢、啊、就一直这个三智是就是好多念啊，就是我们那个像学院里面的话呢，法王如意宝在世的时候，我们的好多人都是一直这个20年20多年呢、啊、就是这样的。那么有些比较离根者的话呢，好像那个像法王如意宝的话呢，一直这个6年都可以。所以你们很多道友呢，就是真正是带在一个上师身边的，我绝对没有必要。就是所谓的一直呢，应该学这个上师的法啊，就是这个要你学了6年的话呢，你可以算就是一直6年。就是所以有些人认为呢，一直上师的话呢，好像是一定要就是当这个上师的侍者啊，跟上师这个开车啊，跟上师这个做饭呐、啊，才算是一直。其实这个不叫不一定是，也不是。不是意志，但是呢不一定是这个意志。真正的意志呢，要学上师的这个法呢，就是要多少年，就是这个是真正的这个意志啊。就是这样的话呢，希望我们要这个恒昌，就是意志的。然后最后呢，就是一致一个上师以后呢，并不是上师消一消，上师说一说就对了。真正是上师所讲的这个法，就是自己的相续，就是得到这个利益啊。最后呢，如果你境界高一点的话呢，那就是生死无为啊，就是在这个轮回当中都是不害怕，就是得到这样的报。法王如意宝都是以前那个说过，他说有一个道格里面，说是我这个活着呢，就是也是很欢喜，因为就是可以就是成就弘法利生的这个大的事业啊。就然后死了的话呢，就是也是很快乐的，为什么呢？因为呢就是决定了往生这个清净的这个刹土啊，就决定了往生清净的刹土。所以呢，在这个轮回当中呢，就是无论这个遭遇痛苦或者是快乐的任何的这个业感现象的话呢，都可以这个超越希有和这个希望和这个担忧的这个欢喜的心态啊。就方方啊，就我就想起真的。大成就者的话，那最后从佛法当中得了一种就是非常就无法言语的一种欢喜。我们在现象当中呢，可能你的这个生活啊，一会儿遇到快乐，一会儿遇到痛苦啊，这个顺利不顺啊，但是实际上呢，你就从内心当中的这种快乐呢，完全的是超越这个这些了。你自己已经就是得到报啊，我将来的话呢，就是不管是活在人间还是在死了，怎么样都可以。就是我们世间人如果佛法一点没有心得，一点没有成就的话呢，那就是就大家都是特别就是紧张啊，患得患失啊，担忧啊，就是这样的。到一定的时候呢，的确就是佛教当中会有一种很开心的。你像弥勒日巴一致这个上师，就是最后什么样的？智悲光尊者一致上师最后怎么样？六祖一致最后怎么样的？你们大家都知道，这种心理的这种无比的这种大乐啊，就无法用言语来就说。所以我像现在很多的这个居士啊，就是很多人都是通过很长时间的学习以后呢，现在基本上是自己的知道轮回当中呢，凡事就这一回事，我要该面对的面对。但是我自己呢，还是遇到佛法以后，基本上是有把握，就是没有往生极乐世界也是不会堕入恶趣，因为我在这么多年也该忏悔的该忏悔，该修行的该修行，应该会有这个往生的这种把握和这个机缘，就是拥有着至少也是不会堕恶趣的。现在很多人有这种，这就是真正的一直上师的最后的这个结果啊，就是一直上师呢，最后你自己在佛法上面呢，要真的要这个得到啊。如果没有得到的话呢，佛陀也说了，我这个给你就是讲这个解脱的道，解脱依赖于自己啊。哎，你看你自己信不信？上师再好也是你如果没有好好信持的话，就像是提婆达多和还有这个三星比丘一样的。所以如果信持的话，首先上师的，刚才我就用较量的这个比喻一样的，就是他的这个字典需要的。然后呢，就是自己应该要靠自己的这种。
这个智慧和靠自己的这种力量来，就是进行这个修持啊，就是这是啊，我向的这个就是这么一个这个建议啊。就我像这个最后一个建议的话呢，我们就是在座的人呢也特别希望就是寄生当中也是弘扬这个佛法，就是利益众生。那这样的话呢，关于这个弘法呢，就是我也有三个建议啊，就是第一个是这个需要就是无边的这种大悲心啊，就是无边的这无边的大悲心。第二个呢，就是需要这个无私的一种这个奉献啊，就是无私的奉献。第三个需要无为的这个净身。也就是说呢，我们要弘扬佛法的是首先要具足一种这个不偏任何的，比如说民族啊、国家啊，或者是这个家庭啊、地区啊，不偏于任何，凡是有生命的，你是人类也好、旁生也好，还是其他任何的一个众生，就是只要有生命的这些所有的众生，如果造受的痛苦的话呢，我要想一切办法能戒除，就是他的这种苦楚啊，这种发心，这叫做是真正的无偏的这个大悲心。我们的悲心是什么样？对自己有关心的，就是对他能升起悲心；对自己没有任何关心的，甚至对我关心最不好的，就是冤仇啊，就我这个家人的冤仇、我的冤仇、我的朋友的冤仇。就像《如菩萨行论》里面有旧种这个旧种这个心态要改正啊。那么这些人呢，我们就经常就是发不起信心。所以我们弘扬佛法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是要向大乘的佛法要弘扬的话呢，所有的这个生命呢，我们要就是对这个利益的这个对境，就是这个是第一个条件啊，就第一个。第二个是这个无私的奉献。那么我们利益众生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不要有任何自己的这种条件呢。如果有了条件的话呢，那这是这个自私自利的心。前一段时间我们智慧学校里面有一群这个爱心义工啊，爱心义工，我给他们讲了，就是包括他们的这个爱心这个团队里面的这个学生的话呢，也是是这个就只有四个字啊，就是什么，就是无私奉献啊，这个很重要。我们大乘佛教徒必须要这样的，我们帮助别人是并不是是向着就是得一个以俗过报啊，或者是寄生当中他给我回报什么什么。我们哪怕是在路上帮助一个老人的话呢，我就不想这个不图他的以俗过报，一定要有一种无私的这个奉献。我到那里去做任何一件事情呢，即使对别人对我的这种抱怨呢，别人对我的理解误解啊，别人对我的这个各种的这种危害的话呢，我要这个无私的。因为我们大乘佛教徒呢，就是是一种无私的奉献。有了这个无私的奉献呢，就是才能真正就是修成菩提心。如果你自私自利的前提下做任何一件事情呢，都是有染污心的。所以第二个呢，就是我像是有这个无私的奉献。第三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要有一个无为的精神。没有无为的精神的话呢，我们凡夫人呢经常碰到壁子以后就害怕了，算了，得罪别人了，算了，这件事情做不下了。我们学会里面的很多道友刚开始的时候，来，我来发心，我来发心，然后呢发心过程当中遇到稍微有点别人不高兴啊，别人有点误解啊，那个时候就不行不行不行，得罪很多人了，我自己还是修。现在我们很多佛教徒的话呢，就是自己修解脱的人比较多，真正想勇敢的这个站起来，不管是遇到什么困难的，我一定要把这个佛法如意宝呢，就是就传遍于整个世界，好像用很英勇无畏的这种精神和勇敢的这种这个意志啊，这样基本上就不多啊，就是又是有一部分，尤其是你们这个在家的这种佛教团队当中的话呢，一定要有这样的。真正是利益众生上面呢，就是可以自我这个信心的啊，可以奉献一切的。那么这个过程当中肯定受到一些别人的就是非议啊，别人的误解啊，包括别人的就各种各样的可能，就是会有一些这个障碍。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向到这个释迦牟尼佛因地的时候怎么样这个利益众生的。因此呢想要有一种这个无为的这个精神来这个弘扬啊这个佛法啊，就是弘扬这个佛法。我想就本来想还是讲几个，但是看你们特别这个有点那个怎么说啊，就是有种今天人可能比较多吧，有点那个缺氧是吧，你们就基本上就就我看做开始呢，就是大概我的想法是这样的，然后试下来过后你们自己在这个想象吧，就是再考虑考虑。下面我念一个佛子行的传承啊，我还要做个简单的皈依啊，然后以前皈依过的就是不用重新皈依，可以就重新的。有些道友的话呢，
就这边在皈依的时候呢，有三种皈依啊，就为众生皈依，为自己解脱皈依，还有呢就是为自己怎么说啊，就是为自己临时就是不堕恶趣而皈依的，有三种皈依。最好呢就是为了就是终身皈依，为所有的欲亲而皈依三宝。然后拉玛拉叫什么求我，桑杰拉叫什么求我，求拉叫什么求我，根登拉叫什么求我，拉玛拉叫什么求我，桑杰拉叫什么求我，求拉叫什么求我，根登拉叫什么求我，拉玛拉叫什么求我，三界拉叫什么求我，求拉叫什么求我，根登拉叫什么求我。哎，这个皈依的法门呢，那天我也说了，如果你们以前有的话不用了，如果需要新的法门的话呢，那么就是前面是圆满的愿，后面是你自己在家的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啊，就是那么这个是算是这次我们发挥当中的这个发明啊，就是愿什么什么啊，我是那个比如说我的话呢，就是愿吉圆满的愿，吉祥的吉。南无罗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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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光儿家这浪浪也让方位牛毛人进着那样没被给熊跟给白日白当为出浪的细节问白天白家这浪浪也让中本在西所做的主人白被直奔农子写的里里金装刚那心中被我的前头落到家这浪浪刚当中那地上边界上途中公民学完年纪相当年纪没被目光相当年纪没被继续被中国人家这浪浪刚一天那你把咱家人用的要让我拉等北京白先当白人格里面讲基本怎么解决老人员或者让人或者做人准备已经决定来意思就叫不人的就是刚才讲那么老公主讲这解决老人现在做刚刚做等我们都不能用这位特别做对不住了讲的那么是解决老人员这种对吧在这边讲一种就跟你比较近那么就他就跟我们说等等你来解决老人员同没定义到了这位马上等老人的这些对称他Same thing, Jashi, Shir, Shan, Sam Gombat, Yeti, Lolan, Yerna, Dingar Mali, Dodin, Dolishan, Zopas, Jer, Jampan, Sam Lin, Chong, Tesher, Dodish, and Jitunger, Yanto, Jer, Yeti, Lolan, Sadon, Chang, Wong, Tokan, Tan, Chokum, Chokum, Jinai, Lidan, Long, Tixum, Gayan, Telakum, Yeti, Lolan, Dalani, but Johnson, Mavishan, Jacan, Dokum, Go, Shushina, Yanji, Wong, Ti, Dugan, Dola, Limber, Yeti, Lolan, Kanji, Dola.每年拿走把东东家不是做不是那样想把咱们家老人带进去用的就把家这老人专门地被卫生干净常年只想吃个满那样带来给予细菌的细菌基本上都把家这老人到各位上基本上到了这种大不是那样那就他比不了马上的老不是家这老人让他们把我们不接满不接我应该就让给你都写那样老马上的给别的你就修了把家这老人所以旁边等等没有你才真的等等你等等等等如果你都到了人是真是没把家这老人你们正常这么觉得那么多为能找到别人这不管就是你不没有这个坑吧没把家这老人也让个家当找我妈的那就是找我的这样别人就是对不起相当你要这样我们风格让你得了解这老人都不烂子都不用的烂子这当的这种现象这帮别人就更来进去因为我不能查到方法解这老人就是能让他多人跟什么什么都能对不起他当这的你心里总怎么才能原来没解这老人也都用我也当这帮也给你进家总就是那么基本上有点不没大家现在方法解这老人也等我拿出门的问题陈能的不重要阿汤杰的对是门的简单差别在这儿大家这老人生存的被理解当中的学生我不能那么久对是蓝的那么没人把东西这老人这么没不让他们这么简单这不是把个目的对是这边的把没把这种中二的这老人给我们学生都不是这种东西他们这种想的
대실 끝나 진제 매 빠이 소파 공발 제체 라는 랑도 바지 드변 야랑 고라 메시로 로트 좀통나 조금 돈도 용돈 전에 집 손주 좀발 제체 라는 제네럽터 넘발랑도 뉴몬 넘버 좀 브리시지 내즘 메젤에 양도 내 바이 손도 공발 제체 라는 시르메나 바로 전가 조보션 주도 브르메니 바 탑당 단전 코스 머토 베 시르 공발 제체 라는 랑은 저랑 마 어떤나 집어지기 좀 시르 베 되시긴 더랑 건트라 특내 방어 제체 라는 뉴몬 원거 제체 잔도 그니 발라나 더니 냠지르 타바치라 지금 그니 밤을 말 제체 Nipkur Wonga Panzer soldier on Tosongomusha, Yamjer, Shamdan, Zashi, Chamdan, Jan, Lachabar, Jetta, Lones, Motsukas, and some triggers on so. Jaro Chichuts and Yamjer, if Sergeant get the Mogon, Sorpon, Jetta, Lalayan, Yomo, Gumna, Nimbo, Lokavit, and she, Jevi, and Nimbo, Sonson, Chasson, Yambotom, Chasson, Yomo, Tambo, Kima, Tumberno, Shiba, Jetta, Lalin, Dornakan, the Sholom, Jerry, and Rankasim, Yonik, and I gained the Tana, Sijan, Dambai, Jandon, Gumbar, Jandon, Jubar, Jetta, Lalin, there's some people. Gavanam, Tain Robert, the Gursaj, Korsum number of the Sheriff Chief, Shanshu, Jetty Lalim, Dorky Tamjanam, Sombit, Tamanam, Jungle Jim, Jetty Lalan, Termid, Jetty Lalan, Jetty Nam Jilalan, Samson, and Jetty Lalam, the Tonda, Code of Lotro Manjan, Chanish, and Kiba, the Dutch March, Dot and Tambi, Son Lap, Timbi, Sheriff Jetty Lalan, Termin, Labra, Sam, Gonja, Jetty Shuber, Lachin, and Nam, Loman Down, Tang for Kavi, Sheriff, Gazna, Mamjilas, when he beats, so Tamanam, you sober Zato, Surtelation, or giving Joaka. Tamba, Tundam Gonzo Shanjil Samchoko, Totanjim, Talamani, Bishan, Zungon Tedom, Somber, Sho, Jiban, the Razan, La Pambi, Don, the London Rigbarma, Zumba, Tomet, Younger Children, Jimbo, the Jarva, Wo, Foz, Shin, Yawano, Son Laudon, Jemadons in Burma, Tonovo Miller, Tomasin, Zamajon, Condomator, and Banton, and Emajo, Concorcator, one in Jamajon, Sanya, Shogun, the Jinan Donjon, Noma, Joint, and the Hunger, Madame Game, Majon, Democracy, and Yon, that's your Nyama, Son, Dandor Damba, the Benjamin Yama, John, the Kinakorga, Johnny, and the game. You could see him going to go very well on Joan Yamash on the region of a Hornazo and Yamar and Mother of the Bush and Jerusalem and Yamash on Hines and Jarbo, Adamagaji, Redotomson, and Mother and Paji, getting one of them. Son Lines on Jerbo, Adamagaji, Mark and the Kojago, which is the Hong Kong Sermash and Yamal or Jivish and Banar, Zerma, Haring to the Raish and the Roman Zerm. Son Lines on Kovaji and Tanan, the Mother of Jamadar and Jamar, the Bandana of Jamaran and his staff shoe. Shall we end the show in Yamakunda Shama? 很失望 Don't shiver shinjir, low Mukan Tambo, the Jetam Jamartalo, Janoyo, Nojakan of Sam Janjik Bicho, Javangishan Chami, Chamigan, Tons of Simjirango Cornes, Vamanangan, the neighbor Dotsala, Kunjokundi Lame, two jails, Marton Chua, Jamber Shinjir, low Colonel Limje, Nayan, Chenmans, Jimji, Loa, maybe Lamda Lim, Gordon Yang, and Debbie Chuser, Ranger, and Lambrang in Ion, Sergeant Jitong, many Dotsal.
kumchukundi lame tuje zuge dulodor jibir shinjir lo mukang samba go zubur kaver dingara dingara mandar da der nawe yilin jira zoje bombom tado dingara ji kalzum kora mei gomre terter meshi chagdan dagjala kumchukundi lame tuje zung imjo samba jibir shinjir lo mukang jiba go tene tanman jir gonjo chamjo nan danje go dan da gozun janjin yargan go zulama orjan dorjin chab gibi lama yerdim kanro көрөм дөндөр томчук дийсүм жара димсүм саргена эзинече томчук мөби цуул жаптык сонолаган намба жа йондомчо жеде яра кенден адам тавкыр иши чүрчөн зорнама де чолчу дийсүм жаяр тамчыгын мазаме батыр контар сарвы данда ранда мас урту жеким гадивсем жин кенди дан динда невзон жанар ням бувара имчи ичим чокор чаусун роворусам нам кенесе кенам кагам ламайдам кандо сонум да сончу дом баба кен лав да дан жуки бечас да дан тай сем ченене сан кен бала имбир жиби дания да жанчим чокто семке до хочер тер жара чечи ки жан чокто тене ке барда до дем кайдан жокам жар жиби ламем жанчим чокто семке до да дан тай сем ченене сан кен бала имбир жиби дан жанчим чокто семке до манжир сон кола умахо чом нямни чурки жан гузар анаман Nur kırıngı yaşam kaçıp çırkı yaşam kubanım kanzam teçim çöpü çöndü ömür umrana mırana mangaman samamra sabarana samaya ahon dursum gomlena a dağın şahsı bani dağtan da kharlan durcu sanvar davim dağ durcu çöndü nima yimdan kede nur kı çer zog durcu çetron jiğe tegir dağtan honla yigdi kuru dırtır gemi ırtık çöpü tağbara yer ağam gombo dağınama jirman bayi damzılanın gajdan Lamam gumur kümzü çok soğuk durdun zimbade tıkçı çembu dağını cenro sola dağ kemşi dağdan semçe tamçı gir kızın otuk savadan yanlık tamçın yamçak tamçın toro çık zördük de onir donçı metsoğ tamçı şanjan tabanım zatıq sora jik sora tabiq durdun sığma jarnı rükki ve kökki tamçın yamçak tamçı tıkbayı no jiğna ajeni ranla tembi randan durdun sığar kış randan semçe tamçı durdun sığar kış rosanla yik çıgın bandır sadon bandır sadon dağdan tayı semçen dağdan tayı semçen gın tamçın yamçak gın dağın indan efşan çür nyan buğur tam number Çertir baba gümbirtin la tüm onurgen genojunu bama gezir donbalan zun çoğun gönü bama zun çoğun kurdum kan roman bu kurdik çiğe doğru düşünce lamın gara bama sırdı hon orda nilibdi gibi evşeğim sırlar nançı zirjan kımzam çöpeyim çöde serim nefzar tüm don cimci evşeğim kurdu gizu kurdu gizu kanlar ciğer on rogum çırtı dur cih kırıcık ne zarci çocuğun kurlu kurdu soru gizu mali sargiye topşir hon genojun ongu popcandı deyse gönür kızın çırartın zavallandın rovi Donla jene rendim kanjo mambun korji korpamun jone dil hazola soranda dala wan kurishin labda sora la meonem tarul la mamne sum ikim jason ne gozar karman donzu jone zarangane zum shin jib la bir lariam la mambun korji ota jer tambe lam ne nyin ki tigler tam la ma tigdan ransam yerme ye sem ni do ni ma churki ngam jog be joba je da wan ji ishi tob wan ji ishi tob lam jim jong jor ke jim ngon jir bo shen la wan kur mali tobr sam ma mang badran korpamaz Umağın bazırın görüp anmazdı. Orki ve ganda yanda olamadım. Römez çünkü halal olmuşum. Sadalam diyon da ramzı. O doğru cin. Çın gün gümüm nere tovşuyoruz. Yirmanın onda bir şey var. Gün rungan da mıfım. Cahur gibi. Deba gelagım pergi. Ve manga lam. Sonunda iyi. Tamşı kubari. Om Bandarangara Banasadardam